岁，他说四十五岁就可以了，不要规定百灵谷四十五岁，四十五可以搭五十五这样。对，他刚刚是没有，他的规定应该是这样啊。规定应该是这样哈，他规定男女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多少，规定一百哈，除以二。还有一个八十岁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女生。没有，这样子就失去那个打铁板的灵性。对，应该不能用女生，她要一个女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女生可是她要一个女生，女生如果是没有家庭的话，情侣办法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女生真是不限的，大家都是。加油。